这不超帅？帅出血了，帅出血了！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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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两个行的。最近想交个女伴儿，就从现在开始啊！我不能再放过你啊！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。OK。喂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Hello， 林夕，安安。你好，是我啊，晚上好呀，哥哥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嗯，我听说你对冰鸟有什么情，对吧？他敢下来呀，冰鸟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特别喜欢这只啊，特别喜欢这个角色，冰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我玩了2000多场哦。哎呀，挺厉害的。我最喜欢冰鸟不能淡的时候啊。你觉得我们两个有没有机会能 solo 一下？solo 什么冰鸟 solo？ 我玩冰鸟，你可以玩任何英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如果这个要不要有什么赌注？要不要有什么赌注？要啊。先讲好要赌什么再打啊。父子局啊，就像国服的话，一般都是父子局的这种啊。父子局是什么意思？父子局就是谁赢了，输的那个人叫赢的那个人爸爸。去，没意思，输了脱一件怎么样？你没输了脱一件、啊、那我脱了你又看不到。你等下脱了，你可以拍一张给我看吧，我自己看，私自收藏啊，私自收藏。那这样绝不外泄，绝不外泄。不行，就普通的父子局吧，怎么样？好好，可以。要不先、啊啊、要不先先收了，先收了，我先验证一下你的这个2000局的鸟、啊、长什么样子。我还没准备好呢，不先打吗？你要先暖手是不是？好，那先打，打到结束我再好好的教育教育你、啊，这个冰鸟怎么玩？可以。你打哪路的？我除了辅助不行，都其他都行啊。我补你的路啊。你上野那中野，中野联动吧，中野联动吧。好，可以。就这样，好，冲！中野联动，哇靠嘞！这一进来，这个分小的时候就开始觉得他就是不太顺了，点下去都会慢个半拍啊！真的吗？那要不要去打过台服啊？不太喜欢那个地方。为什么就不适合你待？你还是个宝宝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那边的人会让我这个，那边的人会带坏我。我妈妈跟我说，做人要学好，不能学坏。那里的人嘴巴都很臭。真的吗？有这么恐怖吗？比国府的祖安人还恐怖吗？祖安人不是听说素质很高的吗？还是那个是？我与死亡同行。男枪啊，这么猛啊！不是啊，他延迟啊，读秒的时候那边延迟啊，我不知道换到哪个角色啊，我只能按锁定啊，锁完怎么变男枪啊？男枪很厉害的。我知道男枪很厉害啊，我现在是会溜冰的，玩男枪跟出来送的是没两样。刚好滑起来啊。没事，有我在，我保护你，好吧？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我男枪有个神奇的玩法，这个纯刷野不搞事。真的吗？对，我跟这个亚洲统神有练过这个套路啊，纯刷野不搞事。哎，明天我有一个唱歌比赛，就是会不会有人去给我投票啊？很缺人气，因为我那要看你等一下唱的怎么样啊。你唱的好，那自然就可以有人就可以拉人去给你投票啊。你要是唱的跟亚洲统神一样，这个我也没有脸帮你拉人去投票。亚洲统神唱，我有昨天有听他唱歌耶，但是弹幕都夸他唱歌好听耶，这是为什么？麻烦不断。联盟不是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他观众很多都是这个孤儿啊，
有时候那个孤儿特别喜欢一些很家人离世，很喜欢这种家人离世的唱法。这么可怕的吗？对啊对啊，特别有共鸣啊，你懂那意思吧？就是他们家人离世的时候，有时候一听到一些这个哀伤的歌啊，或者是这个有人在嚎叫什么的，特别有感觉啊。哎呦，想起了我离世的父母，就是说他唱得好，唱得好啊这样。全军出击！啊，你这个这只角色你好像好打。我什么都好打，我什么都好打，我什么。哎呦！不吹牛逼，这个分段我跟土狗一样。你已经忍不住想先唱起来是不是？没有，哼一下，哼一下，我唱歌好唱。这里，那个盲僧过去啊，他有没有看到？不知道。他就想送我啊。哎呀，我靠！还没 CD 好啊！哎呀，差点就收到他了。这石头，这还不对啊！走运吗？这石头差点还不对。退了吧，兄弟，退了吧。我就欣赏这个大陆人的这个风骨，打死不退。勇往直前。您送头不回家。因为就可以不用回城了呀，可以省七秒的时间呢。你怎么还在上路？对啊，那个人一直不回家，我就一直待着。不知道他是六的。发条来了，他六级了，快跑，快跑，跑，快跑，快跑，我还没用。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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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我，快跑！不是啊，你看这个人完全不理我们啊！完啦！他大哥到底在干啥呢？他大哥是不是脑袋有障碍啊？这受不了不是，这我也没办法，这也不是我们的锅啊！我们已经尽了我们告知他的义务啊！这人脑袋有问题啊，救不了他。这个龙岩巨兽是个疯子，疯子。那个巨兽是不是脚本啊？他脚本是不是没有后这个东西啊？你后面有这个盲僧玩吗？行不，扭一个，好像可以。吓死我！哦呦，扔他，好。他大哥不去拔是怎样？喂，这些人，这根红也在这，他们还不拔、啊？因为他很害怕。完啦，叫他们拔也不拔，又玩又要去了。管他们呢。是不是有什么障碍啊？脑瘫。哇呀，我是不是适合在这个分数玩打野啊？看着这些人，真的是很难离开他们看起来就是打死享受啊！不要理他们，我们两个玩我们的就行了。好不理他们，我决定要改变战术了。不然这些人也不看灯啊！完了，这个。哇，这个发条好会玩呢，到处跑他已经知道我不好打了，要去朝我队友下手了。他神经病啊！他们还在打，反正那个人也不会退啊，我们不要理他，赶快把塔子挖一挖。那个人是神经病啊！他们是中塔直接放了。连拿两塔是不是？拿不了。哇，我们这座塔是不是特别硬啊？哇！
这个小龙看起来也快没了。我只在乎我的蓝有没有。看看吧。漂亮啊！哎呦，你奶奶的，我好晕啊！这个屁不够好啊，中完闪上来就闪慢了、啊，差点要送。牛啊！这个发条全新玩法，也不吃兵。吃的也闪现空大了，不到他。放松，算了呗。那个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憨憨。可以吧。他真的好烦啊！他闪现空大、啊，好恶心啊！这个，你好恶心。他刚刚那个不退的样子，他还有闪现大嘴，感觉后面还有个打。算了吧，这他自己都不敢说话，你看他自己都不敢说话。他不会说话的，我刚刚跟他交流过一波啊，他还是看见这些看见这些人我冷静不下来。笑死我了！我没办法快乐刷冰呢、啊。哎、欸！后面还有啊，怎么样？还有那个逆雨啊，逆雨也真的。完了，才杀四个。行啊，结果行啊。他居然还敢踢过来！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盲僧的原因。哎呦，我靠，被他砍到了！救命啊！好像不会死啊。哇！我闪现没交出来，可惜了，被全秀死。我心态崩了呀！我太菜了，我怎么现在变这么菜呀？五杀，离我们这个目标还远。哇！我现在这么菜了吗？我反应能力怎么跟50岁的老妈子一样了？心态崩，我烦死了，委屈啊，委屈。没事，你拦出了。好。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。我可以问一下这首歌的歌手是谁？我的宝贝呀、啊！我操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个抠。没事，这拉好给你的，拉好给你的。两个都给我吗？都给你。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。巨兽该发挥你的作用了，巨兽！哎，哇，我被插死！操你妈的，还想扎我？啊，把他轰死！哇，你这波，你这波浪啊！我看到你那个浪的味道了、啊。一打四啊，完全浪一点无所谓的，浪一点无所谓的，不用害怕。这熔岩巨兽到最后也没过来、欸，而且选的这个角色啊，都不跟我们打会战，挺开心的，是不是啊？不管，他都闪现撞墙了，还理他干嘛？坏得很，又菜又喜欢 BB。真的、啊？为什么看见这些人我冷静不下来？轮到你来打团的时候，倒是特别冷静啊。来也不来，他死了，你死不死？我！哇！你没看到我这波超帅的，我乱了。没时间啊，你都没看到。有人在刷我野怪啊！哇！你根本真的没看到我这波超帅。帅出血了，帅出血了。还是我跟你继续推，我跟你好了，我。哇，居然没看到哎、欸！看你怎么帅啊！哇，我刚刚太帅了，真的，帅出一点血。来，我搭你面，来我。
面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别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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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两个行的，我们两个行的。哎呀，后面有发条啊！哇，还有点了，我没杀死个人啊，我那个不算，点了不算。不，可以打个折啊！你刚说没有二十二唱一整晚啊，现在至少得唱个一两首吧。我不知道这个上面跟你唱会不会那个，跟统神唱他会那个，会不会听不到我声音？也有可能我们两个会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万一我们两个就。天造之合，就刚好可以。啊、我喜欢天造之合。那我们以后就把这个丫头神排泄掉了。最近想交个女伴儿，就从现在开始。伴伴上面好的优秀的小姐姐，啥都有，啥样子都有，御姐啊，萝莉呀、啊，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搭过很多个啦。唯一一个可以看的已经被人家先捷足先登了，我不能再那个啊，我不能再放过你啊，我要小心那个亚洲土神啊，他很糟糕啊，我不能让他糟蹋你。他有说要来大陆找我哟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，他对待另一半跟对待母猪是同等级的、啊。这么可怕吗？就是改天你叫那个可能有我们这边观众去找你的时候，就要传点影片给你看。他把老婆当母猪的这个视频到处都有啊。真的吗？随手可得啊。他把罗志祥当他偶像哦，他的那个梦想是成为罗志祥。关注一下我，关注一下我，然后在那个聊天室里面。打那个歌名，触电。为什么要唱触电？男生跟女生需要来点电嘛，触电这首歌不错啊，挺来电的，又带劲儿。是那个转圈圈的那个触电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也蛮喜欢那首歌的。我当初靠这首触电也是追了不少女生啊，很带劲儿。有些女生电一下就滴水了。口水流下来了，口水流下来，被电到失智了。我开始了，嗯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可是我害怕，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会不见。我要慢慢冒险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可是我害怕，那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就不见。怎么克服危险？小姐姐，好好，小姐姐，嗯，你刚刚一唱让我想起了我每次那个，可是我害怕那个害怕我都唱不上去啊！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唱上去？那你是唱可是我害怕、啊、那时候念的、啊，你要投入那个感情进去。可是我害怕，爱情只是一瞬间，转眼回不见，我要慢慢冒险。可是我最近听了很多抖音歌，绿色抖音歌你会不会、嗯、会不会啊，他们有点过一首绿色，哎，我唱一唱一唱，我不喜欢那个颜色，我不喜欢那个颜色，他们喜欢，你不喜欢没关系，他们喜欢。好好好，行行行，那给他们来一首绿色、嗯。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，我怎会把世上的寂寞放任了？爱我的话你都说，爱我的事你不做，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你爱我的躯壳。你听到了吗？点这首歌，小哥哥，这首歌给你唱的耶。啊、是哪首歌？芒种。一想到你我就呼呼呼空恨别梦酒，呜呼呼 呼忘了，我不会。那个太阳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里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会在身。忘词了。
换一个，再换一个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个酒馆，酒馆打烊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子弹在我心头上了膛，请告诉我今后怎么扛。遍体鳞伤，还笑着原谅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明天去给你灌票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好事过关了过关了。他是不是特别会开发一些？你有没有觉得他特别开发一些混分路子？出什么坦克草人在旁边那个装忙，然后还讲的自己好像玩得很棒。你有没有遇到他这样子对待你？他经常这样对我。他老是觉得他草人玩得好，但是他玩了其他的，我就觉得都比他的草人厉害。女版国栋。